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 WLF 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我是主持人李阳，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呈现。从此刻的开始，那武林龙中队的榜单争夺战将会进入到最后的角逐。经过了2017赛季的比拼之后，榜单上面的名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光是新秀的崛起，还有黑马的横行，都充斥着整个榜单。与此同时，随着武林龙中队对于无限制格斗赛事的推广以及普及，中国无限制格斗力量也在迅猛的发展。那么在2017赛季，武林龙中队将会诞生五条金腰带，其中有一条更是首次出现的女子金腰带。而与此同时，在其他的各个级别当中，我们也是汇集了中国最优秀的一些中国无限制格斗力量的最佳选手，所以让我们共同期待着在本次的比赛当中能够看到他们精彩的表现。首先为各位带来的是一场雏量级的青年赛，我们先掌声有请来自南方选手哈萨克族的罗杰蒂。Introducing first, the fighting out of blue corner, weighing at 57 kg, 160 cm tall arms, by 154 cm length. The first shoot today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re is Nuo Jie Ge.各位观众，现在出场的是南方选手，来自于哈萨克族的努尔杰克提，今年很年轻，只有18岁，身高1米60，臂展是1米54。这场比赛是一场，57公斤级的对决。努尔杰克提来自于格斗勇士俱乐部，他是第一次来到武林龙中队的赛场。裁判格雷格在做最后的检录检查完毕，没有问题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比赛场地当中，有请努尔杰克提登场。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红方选手，来自于中国的藏族小伙子扎西泽瓦。
160公分，体重57公斤，来自格斗勇士俱乐部，目前的积分是500分。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哈萨克族的小伙子 Nurjikti。 红方选手今年同样是18岁，身高1米79，体重57公斤，来自于恩波格斗，目前的积分同样是500分。让我们掌声送给来自藏族的小伙子扎西泽旺。场上裁判封毅，武林龙中队隆中开战。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场比赛两人的身高差很多啊，这个没错，扎西泽旺的身高非常高，达到了1米79，足足比对手高出来了19公分啊。哎，在这个级别有1米79的身高，57公斤的体重的话，是一个很大的身材上的优势。嗯，没错，而且臂展上也是比对方长出了很多。扎西泽旺的臂展是172公分，而努尔杰克提是154公分，后手漂亮，没错，哇，这边努尔杰克提必须得抱摔，对手这攻击范围太长了。是的，一上来努尔杰克提的身高臂长的优势就发挥得淋漓尽致啊。哎，这努尔杰克提啊，抱了对手的右边的单腿之后啊，想要去往另外一边摔，有没有办法把手合拢？不行，这两条腿啊太长了。是的，其实作为哈萨克族的选手来说，他们在摔法上应该有着自己特别独到的见解和自己独特的特长啊。后手漂亮，一个前手后手，连续的前后，那这个踢继续抱，依然是没有抱到。扎西泽旺这边压胯做的还是非常好的，防摔做的不错，还是抵在龙网边这个位置，对，击打肋部，打一打，哦，这个肘击不错。是的，要抱摔还是不行，对手这个手臂啊抢了他一个腋下之后，没错，不让他的重心往下蹲，是就会压得比较死啊。这个时候可以顶一顶膝，打一打肋部，那对努尔杰克提来说，这样对他来讲是非常耗体力的啊。扎西泽旺进攻的时候要注意自己头部的防守，所以这就是目前扎西泽旺的问题啊。对，虽然好的一个飞膝，但是对于防守来讲做的不是特别的到位。那往后退的时候呢，把手彻底放下，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系数。是的，对手这个大板拳呢用了好多次，我相信这个扎西泽旺应该是已经有所防范，该长长记性了哈，已经挨了至少两拳了。哦，又是个飞膝，再来个高扫，后摆拳。是的，扎西泽旺这边还是要发挥一下他身高臂展的优势啊，控制一下击打的距离，就像刚才郑文琪老师所说的哈。这边的话目前看起来啊，他的这个中扫就差不多有高扫的威力了，没错，因为毕竟差出来将近20公分的身高呢。唯一比较可惜的就是他这个巨大的身高呢，让他这个绝对力量上是有所欠缺。没错，所以努尔杰克提这边的后手的这个抡拳啊，还是挺有分量的。转身后蹲，还是要打一打前刺啊！扎西泽旺这边的前手拳，这么好的距离，这么好的臂展，后手有一个。现在扎西泽旺的问题是他出拳老是不自信啊，不够坚决，总是在犹豫。那杰克提这一边现在已经是打不进去了，没错，对手的攻击密度还是挺高的，而且连续多次抱摔不中之后啊，对体能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是的，还有一方面就是对年轻的运动员来讲，可能对于在高扫赛场上的自信心可能会有一些打击哈。
又是高手，哇，但是直接被对手扑倒了。是的，啊，这个硬吃了对手一个高扫之后，努尔杰克踢终于有机会到地面，但时间好像不够了，最后十秒钟的钟声已经响了。好的，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拿到这个骑乘位之后呢，他也是没有做太多的击打，感觉把对手扑倒之后要歇一会儿。对于扎西东来说啊，刚才那个高扫实际上是做得不错的，他应该继续这样的进攻，另外做好防摔就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好的，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在战术安排上有没有改变。这边还是一个中扫，就像第一回合郑文琪老师说的一样，现在扎西泽旺这边的中扫基本上就可以达到高扫的效果了，想要给对手足够的压迫，但是他这进攻呢是始终打不出来。没错，这五六分钟的时间里边呢，扎西德旺用了不少这个飞膝的动作。没错，而且他的这个飞膝其实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蛮可怕的啊，就是说这种飞膝可能稍稍跳起来一点就到了努尔杰克提的头部了。对，小川，前刺，其实扎西泽旺还是应该在控制距离上用前手拳，用前刺，哎，扑倒之后看一看能不能控制住。这边使劲要绊对手的腿，不让对手站起来。是的，那杰克提现在看起来没有办法阻止到对手，哇，哎、好的，反而被对手压制住，到了一个骑乘位，漂亮、这个手长的优势啊，没错，一定要估好对方的劲。不然在这个位置如果让扎西泽旺的长拳啊有击打的空间的话，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儿。看看看，问题来了，对，继续孤注，现在那杰克踢两条腿踩在蹬对手胯，蹬胯，看能把对手蹬开。好的，又是一拳，这边有机会起身吗？裁判员也在提醒努尔杰克提啊，要继续还击还击，不然可能就要被叫 TKO 了。好的，对，不可以用肘，继续砸击。哦，这个大长拳啊，因为现在努尔杰克提很尴尬的是被顶在了龙网边啊，就是处在一个想跑都跑不了的地方，你想要做虾行那后面是没有空间的。哎，这边努尔杰克提啊，感觉反应有些慢了。没错，已经有点吃缓了，又是个高扫，前手，后手拳，轮摆没有打到，小心，然后进入主动防御了，看能不能带入，哦，连续的地面砸击，我们看压制住。这边要做十字固吗？有没有？哎，好的，直接把对手举起来之后，破掉了这个十字固啊！这边欺负，哦，直接把对手终结了。没错，比赛结束了。刚才啊，在对手松开他这个十字固的一刹那，然后这个扎西泽旺直接一个欺负，趁着对手没有防备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没有紧绷住肌肉，抗击打能力就没有。我们平时有防备的时候那么强。是的，其实就像我们被人冷不丁打一拳给打岔了气儿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啊，都呼吸已经有一点点不畅了。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4分07秒，
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武林龙中队2017赛季首次推出了52公斤级的16人战，选手包括了中国、俄罗斯、乌克兰、日本、菲律宾、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一线的草量级选手。本次的赛事呢，持续4个月，共计15场的比赛，16名的选手将会分为4组逐队的厮杀，通过4人战的方式，每组决出1个冠军。4组的冠军将会在1月份的武林龙中队年终总决赛，再次通过4人战的方式来决出武林龙中队第一条草量级金腰带的归属。现在为您展示的就是我们武林龙中队史上第一条草量级的金腰带。我们看到这条金腰带的金光熠熠，其实也就代表了在这个量级当中的王者啊。所以在这个量级的比赛当中，到底谁能够最终把这条金腰带收获囊中，也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一场草量级16人战 B 组的比赛，让我们掌声有请蓝方选手，来自乌克兰的米吉塔萨彭。我2015年的欧洲 ITF 的锦标赛冠军，在他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凶狠的这个后手拳，战力很强，而且在地面的缠斗方面也不示弱。所以说，52公斤级草量级的金腰带，他也是志在必得。而接下来，我们要掌声送给来自于藏族的小伙子，红方选手泽若。
1.59米，体重52公斤，目前的积分是625分。让我们掌声送给来自乌克兰的米吉塔·萨彭。红方选手今年19岁，身高1.66米，体重52公斤，来自恩波格斗，目前的积分是500分。掌声送给来自藏族的小伙子泽如。接下来双方将会给我们带来的是草量级的16人战 B 组的一场比赛，场上裁判格雷格武林龙中队龙中开战。双方要参加的是一场 B 组的比赛啊。嗯，今天晚上呢，这个 B 组会有4个人先决出2强，之后争夺 B 组的冠军。嗯，好的，哇，这个尼基塔的这战力啊，显得非常的有他的风格。是的，左右架都可以互换。是的，那其实我们的这次52公斤级的16人战呢，也是我们武林龙中队首次推出的锦标赛的一个赛制啊。而这次比赛也将持续4个月，一共会有15场比赛。啊，我们看到泽路战术还是很得当，看到对手战力好像比较难缠的样子，嗯，直接进入到地面，对地面，哎，不可以抓龙网。裁判多次提醒不准去拉这个龙网，嗯，不管你用手指还是用脚趾拉都是不行的。我们比赛规定呢，你可以用手去推。这边想要布置十字固，是的，来推对手脑袋，但是泽卢啊，他的这个压制很死，尽管没有太多的进攻，是的，但他至少把对手压得很牢固。嗯，在比赛的控制能力上啊，还是会好一些。那现在还是在找机会，看看能不能完成有效击打。哎，现在右手掏住，就是要想要去做一个断头，嗯，拔出来了。对于米吉塔来说，现在这个位置也很尴尬。嗯，这边还是通过踩龙网来改变自己身体的位置。是的，如果一直被压在龙边的话，他身后就没有这个空间。嗯，但是现在比刚才稍微好一点的是，他身后有空间可以让自己移动啊。嗯，不管是做虾形还是做踩跨。啊，在地面两个人缠斗时间过长，而且都没有太多有效进攻，所以格雷格叫停比赛，让双方重新回到战力。嗯，泽如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的小心啊。好的，连续扫踢，这边一个中扫，哦，抱腿，哦，抱了单腿了。好的，单腿抱摔到地面，来住，泽如想要过腿，嗯，到过腿了。啊，尼基塔回到防守的这个意识啊，还是很强的。是的。好的，要挂一个三角吗？不行，啊，被对手防住了。没错，所以看现在这个态势，再来一拳，漂亮，泽如还是要看好自己的手臂啊。好的，嗯，在压制态势的时候还是要多给一些进攻。对，你看这两条腿啊，还是给泽如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嗯，还是挺难缠的，这两条腿连续击打对手腹部，继续下砸，有空间的空间。嗯，在现在这个站立的位置，好的，往下砸拳的力量是很大的。哎，抱住了左腿，这边还有击打的机会，有没有机会到后背呢？穿下去，有完成裸脚的可能吗？啊，没有。还可以往对手身体一侧移动，嗯，先把位置给拿住。是的，在这个位置可以选择一下吸击，击一下肋部，因为两人体重都是只有52公斤嘛。是的，所以很容易被对手翻，就是翻起来。嗯，
尽可能在这种地面战的时候尽可能多改变自己的位置，没错，来进行进攻，而不要单单的去压住。小级别的选手比赛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就腾转挪移非常的快啊。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了，反身腿，好的，第一Round two， 好，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在第一回合比赛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状况就是在战力方面，泽如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啊。嗯，反而是米吉塔在战力上打得有声有色。不过好就好在呢，这个泽如很会改变自己的战术。嗯、没错，一看战力不行了，马上往地面上走。连续的转身的后扫，但是都没有扫中。哇、嗯，两人互相转身边拳，又到了地面，夹腿进入到地面，好压住。这场比赛呢，对于这个泽如来说啊，他的战术布置很得当。没错，看到对手实际上块头也比他大不少。嗯，从肌肉的维度上好很多，所以打的也是非常的聪明啊。因为明知道可能在出拳的绝对力量上不如对手，那不如抓紧时间进入到地面，用身体的重量把对手继续带倒。是的，好，现在对米吉塔来说，其实在比赛当中遇到泽如这样的对手挺难缠的，嗯，会让人觉得很烦啊，实话实说。而且说实话，这个米吉塔萨鹏的这个防摔做得也不好。没错，而且一进入到地面，你比如说看像到这样背身的时候，这一会儿这两分钟左右的时间里，米吉塔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招，尤其是被拿背之后啊，他一心想要站起来。哦，反身继续抵在龙网边，格雷格还是在提醒米吉塔不能够抓龙网。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可能就要被扣分了。啊，还是在抓龙王，裁判提醒，最后一次警告，没错，继续带倒，漂亮，好的，继续在拿背的状态下锤击，好，其实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泽如可以尝试一下，看有没有做裸脚的可能。压制到侧面，右腿有一个很好袭击的空间。好的，把它翻过来，这边要小心啊，千万不要从对手背上掉下去，否则的话对手就要到上位了。是的，反身挂住左臂，看右臂能掏过来吗？现在对手的脖子是有空档的。是的，赶紧去，哎呀，可惜了，刚才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嗯，继续抱摔，好的。哎，这个战术使用的非常。得当之后啊，可以把对手的这个绝对方力量方面的优势啊完全综合掉。没错，而且泽如这场到现在为止聪明又聪明在他很会用自己自身的体重，嗯，然后借势去压倒对方啊。蹬开，有没有机会起来？哇，小心，嗯，上蹬，对，这时候对手是可以踢头的。是的，他说其实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泽如的右臂啊还是有很大空间的，你看他有很大的空档，很容易被做十字固。其实刚才在第一回合在这个位置我就非常的担心，
只是米希塔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好的，用肘顶对手的躯干，是的，这个是允许的。继续击打，看看能不能横出来击打的空间。还是在压制住对方。要过腿，对，这边啊可以想办法推对手膝盖之后，然后把膝盖压到对手的大腿上，然后进行过腿。好，继续砸击，继续砸击。其实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半起身的位置，对泽如来说是非常舒服的一个位置啊，因为他的拳下砸的时候刚好能够砸到对方的胸前和头部。因为本场比赛的胜者在我们 B 组的十六人战当中，获胜方将要参加 B 组的决赛啊，这决赛就在稍晚的时候就要进行啊。没错，所以一定要考虑一下体力问题啊。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对于双方选手来说啊，都进入了一个鏖战的状态啊。总体来说呢，泽如这边优势更大一些，他是属于控制的那一方。米吉塔萨彭啊，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他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因为他站立的时候完全没有机会进行进攻。在地面的时候呢处于下位，如果不把队友降服的话，你一般来说在打分上是没有可能领先的。接下来我们也期待一下双方决胜局第三回合的比赛。好的，双方第三回合比赛开始。我们来看看在这一回合双方有没有新的打法。连续的大摆拳，但是对手还是要去抱摔他，是的，有机会吗？泽如肯定还是要把比赛带入到地面的。好的，漂亮，泽如啊很聪明，孤注一掷的抱摔，没错，总是会得到效果。就是一旦进入到地面，觉得米吉塔这种侵略性瞬间就没了。就是比如说第三回合刚一开始俩人在站立的时候，我还能感受到米吉塔想要出拳和想要进攻的一个劲头或者势头啊，但是一到倒地的时候，一到进入到地面，你就会觉得他可能真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自上而下的砸击，对，就是我们在第二回合的时候，我们说他就是半起身状态啊，他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继续顶到龙网边。格雷格也在看，提醒他们要进攻。到了第三回合，双方体力消耗都非常大。哦，有机会裸脚，裸脚，但是腿还没有勾住。是的，没有勾住，因为自己也是被顶在了龙网边啊。对手还在掰他的这个手臂，反身，看能不能拉开。好的，这一下应该是锁死了，拍了拍了。刚才啊，这个米吉塔最大的问题，他用脚踩了一下龙网之后呢，尽管是改变了自己身体的位置，但是也把头啊完全送给了对手。对，其实这样一蹬，他身体改变位置之后，对，反而也把泽如给蹬出来了，让泽如身后也有空间能够去完成这个裸脚了。在经过了两回合的鏖战之后，第三回合泽如终于用裸脚的方式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这儿也要恭喜泽如。那稍后他将进行到的是十六人战 B 组的决赛，同样祝他好运。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05秒，红方裸脚降服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在我们这场比赛之后呢，胜者也会在稍后的比赛当中进行我们四人战 B 组的决赛。
下来继续为您带来一场草量级16人战 B 组的比赛。首先我们有请蓝方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麦杰洛。选手来自我们中国哈萨克族的小伙子塔斯肯。Fighting out of red corner, waiting at 52 kg, 166 centimeters tall. Of Finland, 63 centimeters long, 90 years old. In first shoot today. 3 fights, 2 wins, 1 loses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give you the...好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出现在我们画面当中，准备接受检录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选手，来自中国哈萨克族的选手塔斯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今年只有20岁，虽然是一名小将，但是在武林农中队的比赛当中却有着非常丰富的比赛经验，而且训练非常的刻苦，所以也经常会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啊。身高是161公分，臂展158公分，来自四海联城俱乐部，目前的职业战绩是3战2胜1负，现在裁判格雷格正在对他进行最后的检录，不使不当都没有问题，红方选手塔斯肯入场。蓝方选手今年22岁，身高1米60，体重52公斤，来自卢氏太极俱乐部。他曾经拿到过吉尔吉斯斯坦的 WEF 的冠军，而且可以说是经验丰富的一名老将了。好，掌声送给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麦杰洛。红方选手今年20岁，身高1米61，体重52公斤，来自四海联城俱乐部。他是一个训练非常刻苦的运动员，经常会打出一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比赛，技战术也是日趋的成熟。让我们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塔斯肯。这场比赛的胜者呢，稍后将会跟我们上一场的 B 组比赛当中的胜者来争夺 B 组最后的冠军，究竟鹿死谁手，我们拭目以待。场上裁判史蒂夫，武林龙中队龙中开战。
好的，双方第一回合的比赛开始。这是我们武林龙中队的16人战的 B 组的一场比赛哈。嗯，双方的获胜方将和刚才的那一组获胜的藏族选手泽如来进行二番的对战，来争夺冠军。这场比赛一上来双方还是打得比较保守，也比较小心哈。麦哲罗这个移动范围很大，步伐比较灵巧。是的，侧踹。你这塔斯肯光说对手进攻没有用不够啊，你得进攻啊。对，只藐视对手是没有用的，你要拿出自己的真本事来哈。这边有抱摔吗？想要摔塔斯肯。是的。哇，双方都是力量还挺足啊。其实我们说麦哲罗之前他也是吉尔吉斯斯坦 WEF 冠军赛的一个冠军啊，应该有着不俗的实力，但是从现在看来除了脚下移动非常灵活之外还没有看出太多过人之处。后手漂亮，塔斯肯顺势要抱摔到了后背。拿背一条腿勾进去之后啊，他需要再往上爬一点。是的，我们经常说在我们武林龙中队的擂台之上呢，像这些个哈萨克族的选手啊，这种西亚的这些个选手，他们在摔法上会比较好一点。哇，刚才也有能力把对手推开啊，但是自己重心不稳摔倒到了地面。这边估着对手头颈，有没有机会做个断头呢？做断头台还不行。不行，应该是刚才应该是无意当中的击裆了。对，那一戏啊，对，瞄的比较歪。想打头，结果击到了裆。是的，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麦杰罗最多有5分钟的时间可以休息一下。那 Steve 也是上前口头警告了一下塔斯肯。Good. Okay. Good. Okay. Yeah. Come on. Ready.Fight, timing. 好，双方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其实两位选手在身体数据上是非常的相近的，塔斯肯只比对手高了1公分，而对手的臂展也是比塔斯肯长出来了3公分而已。那这场比赛的获胜方也会一会儿继续参加到我们草量级16人战的 B 组的决胜当中。要抱摔，好的，终于摔倒了。好的，压住。现在看看右腿能不能过来，但是被麦杰罗死死的箍住了，这样的话过不了腿，拿骑乘位就不是那么舒服了。好的，抽出来，好，好，骑乘位，但是手啊，这边有没有空间能够腾出来的做十字固？哎呀，好了，这个十字固的动作太明显了。是的，麦杰罗也是非常的聪明啊，就是把手赶快给抽了出来，不然那下真的挺危险的。好，继续往龙边顶。抱住，那边又是被对手压到地面。是的，这时候啊，先一定要控制住，先骑住之后啊，打几拳之后让对手暴露点空档。是的，这边有没有三角脚的机会？他已经是坐到了对手一条手臂上面。好，打住，掰过来。好，哎呀，打住。这个三角脚啊，动作不够标准，他的胫骨和对手的脊椎没有成90度。这还是想再掰一下自己的右腿啊，看能不能把右腿带给掰下来一点。对，这样的话其实锁是能锁住，但是锁不死等于白搭。来掰对手的脑袋，脑袋，继续往下搭腿。那边还有10秒钟，再坚持一下。翻过来吗？这锁的还不够牢啊。是的，他那个两腿的搭扣应该是搭在自己脚踝上，而不是搭在自己脚背上。是的。好的，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了。哎，当中呢第一回合还挺焦灼的。在战力上面呢，塔斯肯实际上是不怎么出拳的一位选手。是的，他是尽可能利用自己出拳的假动作来做抱摔，在比赛后半段的话也是成功的将对手2次压到地面。
但问题是压制到了地面当中吧，比赛拖入到地面节奏之后，塔斯肯并没有占据太多的上风啊，所以我们在看短暂的休息之后，双方的教练组能不能给他们安排出一些新的打法或者说新的战术，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二回合比赛。Round two。好的，现在进入到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地扫没有中，两人现在这个距离离得有点远。是的。所以我感觉两个人在站立的时候，好像是在打另外一个自己一样。嗯，塔斯肯这一回合开始也是抱摔比较谨慎。是的。因为在第一回合比赛当中，塔斯肯虽然把比赛拖入到了地面当中啊，可能是自己擅长的地方，但是也并没有占到什么太多的便宜。那我们的武林龙中队呢，也是在2017年度特别设置了52公斤级的16人战的这样一个赛事啊。嗯，那么我们本次的赛事当中基本囊括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草量级的选手哈，所以这场比赛将会持续4个月。好，宝帅到了地面，没错，塔斯肯就是一直在等这个机会。是的，这时候想要做个断头台，但是这个位置呢有点不够。嗯，好的，投出来了，直接骑乘。反而塔斯肯进入到了骑乘位，拉到龙边，对，把麦哲罗抵到龙边，看看在这儿能不能完成有效击打，有锤击的机会。是的，好的，这反身，还是要找机会啊，来多打一打技巧，有机会。又是要十字固，哎呀，这个十字固手臂没抓住，没错，光顾着往下躺的这个动作，两双手没有抓住对手的手臂。是的，现在塔斯肯进入到了主动防御的时刻，嗯，看看能不能把对手给带进来。我估计麦杰罗应该不会，主动的往下压，除非有很好的机会。长此以往，如果太长时间的话，对，我正要说斯蒂夫会把他们叫起来，果然又回到了站立状态。啊，这边麦杰罗他的进攻显得比较沉闷。刚才想对手倒在地上呢，他也不愿意进到地面去进攻。没错，到了站立的时候呢，他的进攻啊也不够犀利。但是目前看来，其实麦杰罗还是更愿意比赛在站立的状态啊。但是在站立的状态当中，他的优势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让我们能够看出来啊。好，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麦杰罗希望比赛能够在站立的部分，但是在站立部分自己的优势并没有显出来。塔斯肯这边呢是一味的想把比赛拖入到地面，但是到了地面他的优势也没有发挥出来，所以这场比赛打得还是蛮纠结的。总体来说呢，第二回合塔斯肯有一次抱摔成功和压制还有骑乘的这个优势在，所以相信这一回合啊他能够以一定的优势拿下。所以我们
Okay, you ready? You ready? Round three, let's go. Final roar. 好的，现在是双方第三回合，也就是决胜局的比赛了哈。看一下双方在打法上能不能有什么新的突破。嗯，我们刚才也在说，这是我们武林农中队52公斤级的16人战的 B 组的第二场比赛啊。这场比赛的获胜方将会和 B 组的第一场比赛的获胜方藏族选手泽如来决出 B 组的第一名。那么我们本次的16人战呢，是把所有的52公斤级选手分成了4组，那么每组的第一名将在1月份我们武林农中队的年终盛典通过4人战的方式来决出我们武林农中队的第一条草量级的金腰带。嗯，到了第三回合，有些爆摔有机会，好的。嗯，终于啊，塔斯肯这个机会抓的还是非常好的。哎，至少每个回合能拿到一次爆摔，没错，还是不错的。这边要过腿，要到起撑位了。是的，哎，拿后背，哎，这边击打有机会啊。对，左手，虽然左手被箍住，但是右手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啊。哎，别从这个对手这个身上掉下来。点双手撑地之后，有机会做裸脚的。没错。自己撑地的这个右手啊，可以去拿对手的脖子。是的，其实现在塔斯肯的两条腿只要能够撑住对手的胯部，那右手能够穿下去，还真的是有机会去做裸脚。对，嗯，现在这个位置还可以完成一些砸击。好的，麦杰罗最终还是下来。好的，侧面砸击。哇，到了第三回合，一系列在背后的重击之后啊，直接导致对手派件认输了。没错，啊，看来这两场这个草量级 B 组的半决赛，都是要打到第三回合才能分出胜负。是的，嗯，泽如和获胜的这场比赛的塔斯肯，都是经过了打到第三回合的辛苦的鏖战，才最终获胜。那么一起来期待一下泽如和塔斯肯在16人战 B 组的决胜局，看究竟谁能够成为这一组的第一名。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1分58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恭喜塔斯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在稍后的比赛当中呢，塔斯肯将会和上一场 B 组的胜利者藏族的小伙子泽如来争夺 B 组的冠军。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 WLF 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我是主持人李阳，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为您呈现。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一场银量级的榜单之争。那么首先要出场的蓝方选手，目前在榜单上面是排在第4位，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他有着非常出众的地面缠斗技术，而且力量也是相当的出色，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克萨德。
榜单当中是排在了第二位。他是一位流浪歌手出身，但是呢，凭借自己过硬的实力以及逆天的表现，俨然是从一个曾经貌不惊人的偶像派选手，现在华丽转身成为一个相当高调的实力派，随时等待着一剑封喉。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红方选手，来自中国的手模猎人高俊也。练习综合格斗在2014年的七月份开始，因为从小嘛家庭的原因啊，我就是比较内向，做什么都没有自信，所以这个项目让我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当时是最难的时候是，一顿饭3块钱左右吧。那时候是实在是没有训练经费了，然后在那个酒吧唱歌，然后促销活动也去唱歌，还有婚礼上做那个主唱。我是为了生活嘛，做兼职。当时就是因为那个我的母亲生病了，比赛的前一个月她就手术了，然后我就回去照顾她了，然后季后赛那场没有好好的备战，也有自身的原因没有好好训练，所以才把比赛结束了。我对现在生活挺满意，比我之前生活的更好，可能就是没有得到过那么多，如果也有机会了就是抓得特别紧，把自己的梦想和喜欢的事儿变成了自己的工作，然后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特别喜欢。我叫高俊，来自黑龙江哈尔滨龙云综合格斗馆，今年26岁。攻击目前的积分是625分，我们再次掌声送给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卡萨德。红方选手今年是26岁，身高1米72，体重同样是57公斤，来自于哈尔滨龙云格斗，目前的积分达到了825分，掌声送给来自中国的选手高俊耶、yeah! 场上裁判格雷格，武林龙中队龙中开战。Thank you.
Round one。高俊彦面对比自己这个臂展长20多公分的选手，没错，真的是长出来了24公分呐、啊！果然像两把长枪一样。是，高俊彦现在离的对手特别远。没错。好的，中扫，高俊彦应该是在找这个要下潜扑摔的机会。是的。高俊也在飞膝，但被对手这个直接在空中截胡了。是的，被抵到龙网边，应该是想抱摔高俊也，但其实应该不是太容易啊。嗯，因为我们大家基本上都知道，在武林龙中队的擂台上，龙云格斗出来的这些个选手们，都非常的全面啊，而且防摔能力也会非常的好。这边马卡萨德压到侧面的位置，是的，高俊彦还在用手撑对手，不让对手身体能够压上来。嗯、到了侧面，起身。其实一到了地面，我们明显能够看出来，这个裸脚，但是还差一点没有爬到背上。是的，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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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厉害，厉害！这是不但是。虽然没有锁住一个裸脚啊，但是直接做了一个折颈的动作，比裸脚更可怕。因为我刚才还想说，其实马卡萨德想要做裸脚的话，他要把腿啊从胯这儿插进去，其实是挺难的，因为腿太长。嗯、但是没有想到，一个翻身之后，他的这个优势啊，就是在现在第一回合两人身体比较干，然后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他做。他的手臂特别长，嗯，他可以锁到别人锁不到的那个位置啊，没错，直接把这个折颈是箍得特别的紧，所以在这儿也要恭喜一下蓝方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卡萨德，成功挑战了榜单排名第二的高俊也，恭喜。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至第一局1分32秒，蓝方裸脚降服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颁奖嘉宾河南优泉健康产业董事长易善江先生为获胜方颁奖。به خاطر خوشم میاد چرا اورشتم چه گپ کیم پالا جان کیم دوستان کیم همه زده همه لرن کات کار رحمت من چرا اورش کیم چه ات کیم چون همه را خدا سپی نیم میام رحمت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一场草量级16人战 B 组的决赛，首先我们要有请的蓝方选手来自中国的哈萨克族小伙子塔斯克。
依然是来自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藏族的小伙子，今年只有19岁，他的名字叫做泽如。俱乐部，我们掌声继续送给来自于哈萨克族的小伙子陶斯特。红方选手今年19岁，身高1.66米，体重也是52公斤，来自于恩波格斗俱乐部。我们掌声欢迎来自藏族的小伙子泽如。场上裁判赵自阳，武林龙中队隆中开战。这场比赛胜者能在我们最后的总决赛当中来进行较量。没错，那我们武林龙中队在2017年度啊，在52公斤级特别举办了这样的一个16人战。那么这16位选手一共被分为了4组啊，那每组的第一名，然后呢将在1月份的时候武林龙中队年终盛典。然后这4位来打出一条，也就是武林龙中队史上的第一条草量级的金腰带啊。嗯，这边我们看，这边要抓龙王，不可以。现在泽如抢了那个塔斯肯的双腋下，直接将对手扑倒之后，哇，好的，将对手压住了。52公斤啊，是非常轻的一个级别，没错，能够控制住对手啊，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地面上。是的，其实我特别担心他们两个人的体能的问题啊，因为毕竟之前已经打过了一场比赛，而且两位选手都是很辛苦的打满了3局啊。接到了齐称威，我们看塔斯康要小心。是的，拿背了。嗯，泽如现在拿背了，可能
对，如果你想要把对手撑平的话，你起码要先要打出空档来啊。这个位置，对，通过击打看看能不能拿到更好的一个位置。没错，来分散对手的注意力。其实在他们打第一轮比赛的时候，泽如就是在第三回合降服了对手啊，所以他现在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想打出空当来能做一个裸脚。果然啊，这边但对手啊手还掰着泽如的一条手臂。没错，泽如没有办法完全的把这个裸脚做成型。对，现在塔斯肯的下巴还是很有力啊，在努力的往锁骨上靠，并没有给泽如留出来空当。所以泽如还是选择对鸡肋或者打一打，还是想把他给打松。对，现在塔斯肯想办法要把对手一条手臂先给掰下来。没错，不然这样的话就有点徒劳。其实在侧身的时候并不是一个能做裸脚很好的一个位置，你这样即便把它拉平了也不是太有用。就像郑文吉老师之前所说，就是因为你的胸部基本上不可能无缝隙的贴到对手的背上啊。这边刚才啊始终是锁不到对手的脖子，是的，而是锁在下巴上。走入这边可以再继续多击打一下，不用着急。是的，还是要多消耗对方一下啊，然后多打出空当来。好的，又是往上掏的这种拳法。对，从腋窝来打到对手的脑袋。没错啊，翻过来了，看手，穿过来了，这个机会抓得好，危险了，拍了，哇，一瞬间塔斯根像是走神了一样啊。没错，身体一翻过来之后，对脖子的这个完全的放松了，没有任何的防守，有一个非常大的空档。而就在这个时候，泽如非常快的把自己的右手穿到了塔斯根的脖颈之下，很轻松的完成了一个裸脚，最终降服对手获胜，获得了16人战 B 组的冠军。那在之后呢，16人战这四组将会决出4个冠军，在1月份我们武林龙中队的年终盛典当中，通过4人战的方式决出武林龙中队历史上第一条草量级的金腰带。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至第一局3分14秒，红方裸脚降服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Winner！ 有请颁奖嘉宾武林风创始人、中国竞技武术倡导者吴立新先生为获胜方颁奖。下巴受伤了哈？对对，下巴。右边？对，右边第一场时候受伤。当时就没有说哈？没有，我的教练团队说对不对行，我说对行，我继续。坚持下来了，对对。拿到这个奖杯，然后赢得了这个比赛的胜利，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也不是很满足，对自己回去了还要加强全面，继续加油，我的路还要很长。